一次了哈，每个礼拜都是因为停车，我多少遍。发现通道进出口又有车辆停放，恒春居民一看到入住民宿游客，先问这件事。民宿有没有告知你们这边不能停车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很好，我就是要听这一句。为了入住游客的停车问题，恒春住户在杠上民宿。出门都要去跟他们沟通，我们才能出门，噪音也好，然后呢还有停车的问题，然后我们也写了这些相关的，但是我们跟客人沟通的时候，他是说民宿是没有告知他们这边不能停车，都会请客人不要去停隔壁那个空地，因为毕竟那个空地是属于镇公所的嘛。确实客人也是停在我们自己的地上，事后可能那边我们的地就是我们的地跟镇公所那个那块分界线，就可能放个什么花盆啊之类的。双方多次爆发冲突的关键就在民宿和民宅之间这块空地，水泥铺面上由居民写上通道，土地所有人是恒春镇公所，常有车辆进出，可以直接通到民宿后方的民宅。居民多次抱怨受到游客停车影响进出。早在大约一个星期前，因为停车挡道问题，警方和屏东县府人员出面关切停车的地点和民宿经营是否合法。镇公所土地常年被当成居民的进出通道，新的民宿带来游客衍生停车挡路等困扰，再报民怨。三立新闻朱韵杰、翁玉文，屏东报道。